班加巴格西对自己教诲：一、行者，即使今天的寿命也无法确保，故不要做长远的打算。行者，对幻化般的肉身不要产生我执。三，行者，不要对无二的法界自性产生恶趣执着。四，行者，对没有如实证悟的有情，应观修慈悲心。五，行者，在短暂的今生中，因为生生世世打好基础，应发起精进的决心。卡热共琼格西传授的修持法门。一、修持法行可分成三个次第，下品法行就是对有情不做损害，中品法行是饶益一切有情，上品法行是修持我与一切有情都无生无缘之法义。卡热巴格西说道：一、暇满可贵此人生，殊难获得今已得，得到不应虚度之，致力求取功与德。想要实践大乘之道，就必须抛弃使你产生恩怨之地三样东西，即要舍弃家乡故地，舍弃家庭，舍弃俗物。 三，没有信心的人得不到任何功德，故应当依止善知识，并阅览大乘经典。没有精进的人得不到任何功德，故应发起精进，斩断散乱。五，具有 高慢心态的人得不到任何功德，故不要抬高自己，应当谦和待人。 六，从轮回中得不到解脱的原因，在于具有贪心。一，故若不观贪心的过患，则是迷乱。 嗔心摧毁一切善根，故不观嗔心的过患，则是迷乱。三，高慢 令功德不能增上，压服善根，故不观我慢的过患，则是迷乱。四，获得人天一切财富的因 是布施，诽谤布施，则是迷乱。五，能获得善趣之因是持戒， 故诽谤戒律，则是迷乱。六，一切大乘法的根本是悲心，故诽谤悲心，则是迷乱。七，成就遍知佛陀果位的方便，乃是护持菩萨戒，故诽谤菩萨戒，则是迷乱。八，迅速获得殊胜，共同悉地之因为密乘，故诽谤密乘是言，则是迷乱。究竟的见，乃远离一切程序；究竟的修持，乃是远离一切作意。究竟的行为，乃是远离一切取舍；究竟的修法，乃是远离一切觉受。 扎加巴格西说道：一，我们如果从内心深处愿意修法，应当时常观修人生无常，应当将今生的追求抛于脑后。我等今生虽然具有安乐、幸福、美名，但若自心与法不相应，则这一切都是欺诳之法。这些法与我等之间，应当没有任何联系，应当尽快断除。既然最终必然要舍弃，故当下舍弃具有重要意义。如果不能放弃今生，虽然拥有智者、持戒者、修行者的名称，只做今生的利益，就会招来不育之名，与正法 越来越相违。三，自以为有很长的寿命，最终只有贪恋今生而死亡，也必然堕入恶趣之中。能相续中升起人生无常想，并能放弃今生的话，虽然之前没有智者和持戒者的美名，但不知不觉中为圆满一切事宜。这样的人无论何时死亡，他已提前做好死亡的准备，在临终时不贪执任何法，能欣然坦然地面对死亡。因此，我们应当把人生无常放在心上，观察自己过去所做、未来将做与现在正做的一切善事，是否与今生之利益相混淆。如果与今生混淆，则与烦恼混淆故，应该断除烦恼与不善法。若要断除彼等，应常以正念做扶持，以正直做关照，以不放逸再三守护。为今生的发心，无论怎样精勤，但在死亡的时候，必将裸身空手地走向来世。因此，我们应把死亡摆在面前，修持不与今生混淆之正法。在实修时，明年与来世谁先来到不难确定。从现在起，应当把自己所拥有的财产都用于积累资粮。对此，内心有何后悔呢？当尽力忏悔业障，尽力修持所缘，尽力修持自己所学的法。为利益有情而发广大愿，因力所能及地广做一切善事。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，微风轻拂河堤两旁的芦苇，涓涓细流缓缓流过。坐落于屏东县盐埔乡的屏东盐埔护生狗园，隶属于海涛法师置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。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，共收养了856只狗儿。一踏入园区，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，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。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，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心生欢喜地跳上跳下，尾巴也随之摇摆，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。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，盐埔护生狗园专门接收因生病、衰老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，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。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以及健全的肢体，也很喜爱亲近人类，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。受到伤害的狗儿们，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，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。因此，在照顾上，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。佛陀说：“众生平等，应慈悲相待。”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，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。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，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。期望在天地有情、人间有爱的世道下，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，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，能够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，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。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，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，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，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，视不同的身心灵状况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，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，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永续经营屏东盐埔护生狗园。台湾救狗协会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，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，能在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，希冀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划拨账号50016766 5001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起见梁皇宝忏孝亲报恩超度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至9月19日星期日止，上午9点开始。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， 0563315655，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每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尊圣第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乌金钦列多杰尊者，2021年6月5日起，每周六晚上7点于脸书首播《菩提道灯论》中文教学。生命电视台将于每星期六晚上7点同步直播，每隔周星期五晚上9点重播。当我们发起大悲愿心，愿做大乘佛教徒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从当下那一刻起，心心念念都尽量为众生着想，永远将众生的利益摆在第一位，时时刻刻都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而祈祷修持着，不管他人对我们如何，我们都要保持慈悲，就像母亲对待子女一样，不管孩子再怎么样的坏，母亲再怎么责备，做父母的依然是永远爱自己的孩子。我们要学习诸佛菩萨的精神，将我们的慈悲扩及一切，平等无私。我们希望改变世界吗？那就抱着慈悲与关怀，不影响家人、朋友，甚至一切不认识的陌生人，因为真诚的爱足以改变全世界。修行者要时时提醒自己具备3种心，对自己要有惭愧心，对3宝要有恭敬心，对众生要有慈悲心。这3种心要随时随地的意念关照，才不会失去修行人的高尚人格。心是快乐的，护身的心是感动的，念佛的心是平静的，护持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。